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上一集我们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占下了这个营地，之后准备出发去森林中的裂口。It can't properly be called a war any longer. It's a free for all. Mages against Templars against everyone.前面有敌人，好像没有办法一次打，接好了，机会。为什么感觉好像没有中？没有扣血。有一个人是不怕火的。满了，那我那武器部分先不要拿好了，然后来整理一下东西，稍微更换了一些帽子，还有几个饰品，没有抢太多，差一点点的那一种。其实我比较喜欢上一个帽子，这个帽子比较丑。那个骷髅怎样？直接炸裂口！呀，好像大家放血放太快了，帮忙输出一下，免疫火焰！完了完了，就怕免疫火焰的敌人。No! 哇塞！逃命逃命！啊呜！好痛啊！而且还持续扣血，这也太痛！还有水，所以卡珊德拉是被秒掉了，太夸张了！先脱离战斗，我想可能要。我先回去买个东西，然后回营地休息一下好了。Thank you. 这也太强了吧！再来传到营地，我想这里有个山壁，左边从地图看的话，那所以说不定我会在上面靠瓦里克狙击，然后把他们打爆。瓦里克射程比较长，
那还有敌人，现在没有清掉吗？哎、欸，刚刚那个，哦，如果敌人身上有效果，他隐形还是看得到。哎、欸，这个好用哎、欸，这瓦里克点毒很正确，因为我的火要留下来抓人用。看到你咯，蹦！还真不错。不晓得我爬不爬得上去，如果我爬不上去就没梗了。照刚刚那样看，这个裂口的话是12等，才会这么强。好，大家待机，别动，交给我，瓦里克。啊、哦！哎、欸，秒杀！他们居然打了上来，糟糕糟糕，这样不是很 OK。先把瓦里克救下。我们还是得靠瓦里克输出。哇，大家好像乱掉了！停停停，待机，别乱跑！你们下去不就送死了？那站好一点，靠岩石阻挡，那射中岩石。对对对，这样他就射中岩石，然后我射他们。哎，他怎么死掉了？等一下，其他人都在下面哦，为什么？哦，这些蠢蛋，雷队友哎，包含我自己，超雷。那怎么办？我现在下去的话，已经全军覆没了。好吧，我坚持在这里好了。我先把那个小只的清掉。到底有没有送啊？啊，卡顿达麦。说不定全军在下面那里也是可以打，一只一只拉过来打。可是现在索拉是在那个位置啊，感觉在那边打也不错。我觉得只有那个火焰魔应该会还好。那愤怒恶魔，卡珊德拉挡着就好了。最比较讨厌的是附近的，因为远距离攻击太痛了。其实兵对他伤害很高，我应该换个兵长。
快死了吧。啊，就这样一直打下去吧。哦，危险危险！哦哦，啊，第二波，嗯，索拉斯传上来了，啊，传上来好，可以帮我开盾。打了十几分钟吧，终于下一逼。哎，这次好像没有远距离哦。终于剩下最后一只了，啊，打有够久的了。他不过来了，距离外我又不能下去，不下去就被他秒杀。终于，哈，来吧！为什么他不动？哦，好硬哦！中毒克拉西。没问题吧？就这样一直射到他死。每次趴下要开盾，那很扯哎、欸！我光打这一关就打了一个小时了吧，应该有一个小时吧。Have you heard from any of your Kirkwill associates there? You're asking me, so you don't read my letters? You're no longer my prisoner, much as you like to act like it. Yet I still get all the suspicion.
I am not without sympathy, especially given recent events. Why, Caesar, I would never accuse you of having sympathy. By the way, I tend to refer to my associates as friends. Maybe you'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他们两个每次对话充满火药味，然后每次都爱讲。喝口水吧，索拉斯就没有水了。看起来我得回营地一趟才行，先把这边东西搜刮完之后传回去一次吧。附近有个任务，还有敌人啊，看起来应该是狼之类的，不是狼就是战犬。从这边走回去好了。诶，任务在那，方向错了。哦，熊熊，我觉得熊后面还有一群人跟着，告诉你们，来不及，卡伦德拉撑住，还好卡伦德拉够硬。还有人吗？还有哎、欸！哇，弓箭手，还好被冰住了。另外一只都死了吗？应该都死了。哎、欸，我怎么越走越远？这边吗？哦，应该这。对对对，这里有什么？洞窟地图啊、哦，看起来再进去是没有路的。这边熊真的很多哎、欸。
又不见。啊，瓦里克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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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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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我！哎，那边还有一只，没有吗？我看错了吗？啊，应该是我看错了。没有补血药，两名残血，真的要赶快回去才行。是熊啊，没人。刚刚走过了，哎，那里是哇，这边居然有个城堡哎，哎，这里好漂亮啊，我想住这。对，那看起来超棒的。好像不能往上的视角，只能抬高。啊，真的超棒的。好啦，往帐篷应该是走这里吧。OK， 我绕了一圈。好像有点远，还是传送好了，避免死掉。Nothing to report, sir. 又没有要报告的，要等我解完那个什么黑曜石吧。记得上次好像接到黑曜石，我都没有看到黑曜石。那个是钥匙，好啊。那我接下来就去那边解决那个佣兵要塞，顺便拿到钥匙。钥匙是那个瀑布上面的洞窟的钥匙吧。不巧，用命要塞会不会很难攻哎？Goodbye！ 希望在那之前，整队都可以升到七等。扣血了，还好，主要是伤盾。
哇，熊直接爆掉，是哪一招这么猛，可以让熊被炸成那么快？前方有大雾，应该是这个方向吧。打到一个人吗？啊，走错方向了，这边吧，这边，这边，哪边啊？这边。应该是这边吧，没错吧？诶，还是，好吧，先走这好了。一边探查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啊，那个是那个之前插杆子的地方遗迹，哇，完全走错边。耶、yeah, ！我记得了，插队友。是这个方向吧？虽然我最开始是走对的。啊、哦，我看到了，那个应该是那个瀑布那边。对对对，我看到房子，把这边东西都捡一捡。哇，那大锤的敌人是不是 ？The camp for our supposed bandits lies up ahead, I believe. 看一下，不过我们这集也差不多了，应该就下一集再打吧。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